塑造。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精彩的人物塑造。塑造。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精彩的人物塑造。The real value of the book lies in its wonderful characterization. 塑造。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精彩的人物塑造。